按摩仪到底是不是智商税？最近有粉丝在问哈，说他经常加班太累，想买个便携的按摩仪，眼睛都看花了，想问问到底值不值得买，有没有效果？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抬升。作为供需性热销产品，它的优势在哪里？为什么会受这么多人认可？咱们来扒一扒。以这款为例，首先是它的机械手法功能，升级了内置传感器，模拟人手虎口八字揉拉方法，可以找准穴位，实实在在的抓住斜方肌。按摩时能感受到力度，相比人工按摩对比下力度虽然不能达到100%同重，但力度也有七八分相似了，也是够用了。如果你不是非常吃劲也可以考虑。再来看看外观设计，整体重量偏轻薄，不会压着脖子难受，符合人体科学设计，按摩的同时还带热敷，觉得不会那么生硬，比较柔和，使用时能精准找准穴位，让人体验感提升的同时也便于携带。考虑到这点就让人很易动。再看看静音设计，不管是办公室工作还是咖啡厅休闲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，丝毫不会打扰别人，可以安静的享受经常在外出差跑业务外出较多的宝贵可以入。综合来看，这样的配置光是性价比这一块还是不错的，经常加班有需求性的宝子们可以用它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关注老汪，赶紧避坑。